哎呦，那，人家这个包干什么？等一下人家失主丢了，多着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反正捡到的，失主又没人在这里，就我们两个，要不分一点给你？你要不要？你要赶快。哎呀，快走走。我老爸那时候经常教育我，要拾金不昧，是不是？ 捡到东西要不就交给警察局，要不就交还给人家失主，哪里能贪小便宜呢？这里有没有人？你看到对我们两个人，走了走了。万一人家有那个重要的文件在里面的话，人家失主肯定是很着急的。着什么急？不办了。哎呀，反正我是现在是我捡到的是我的了。哎，怎么是你的？捡到就是你的啊，哪里有这种道理的？哎，赶快走了，等一下我。 车我倒不如你，我多给几百块钱给你，走，多给几百块我。多给200。那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包是人家的，我也看到了，你多给200算什么样？是不是？给500，我给500也不行，最起码要给一半，里面有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，这个包都是你自己拿的。 有多少钱呢？哎，没多少钱，500块钱够了。500块钱顶你2-3天的工资了，你开个摩的，能赚多少钱一天？是不是？不行，哪里也不要走，等人家失主回来再说。兄弟，没有人拿走啊，拿走，等下人家失主回来怎么办？哎呀，没有人看到啦，我们分了。哎，兄弟，在干嘛呢？哦，没干嘛。 你没看到我的公文包吗？地下掉的地下的，没有，你掉了包啊？对啊，没有看到有。这里呢？是啊，他拿了这个就是。你怎么证明这个包是你的？拿走，给我。你怎么证明这个包？有什么量啊？什么量？我看一下。那你先看一下。叫什么名字？石仔啊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叫石仔，这个包就是人家的。是我的呀。还给你了，真的是你的，我以为是。有没有拿我的东西？没有东西。不是。 我先看一下，你不要急。那个重要文件没有，文件在什么样的？到底链子在？现金少了，我差不多一半现金就这么一点了，拿我现金是不是？都没动啊，没有，包就在这里哦。那现金呢？现金就在里面啊，多少就多少啊。那1万多现金，你现在给不够了，这1000块了就要你拿了多少了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哦，这个包我看见是看见，可是。 他看见他就一直拿在手，我都没有摸过你这个包了，肯定他自己拿到腰包里面。拿什么？是不是你拿了？拿出来我跟你讲。里面有什么东西我都没动到不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动啊，你现金你拿，你把那个现金给我，你没有现金给我，你拿手机抵。拿什么手机抵？要不我把我都没有现金，今天就带了这么点钱。哦，这里就是啊。原来你是拿了我的现金，坐摩的去拿货的这个钱。 我不知道你，反正你拿了我的现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摩的有，他说他们有拿，是不是你拿了？拿了拿了给我，还给人家吧，真的是的，拿人家钱还想这个事，偷偷摸摸拿进货的钱，拾金不昧精神，你知道吗？还给人家嘛，你说10000多，你看我全身上下都没有10000多块钱，我怎么知道你呀、啊？这里几天看一下，这里最起码有5000。 哦，你给加上了，人家那里差不多10000了。拿来给我，拿来给我。小伙子是看不见，人这么好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兄弟，他不给你报警，把他抓去派出所去。你不给我就报警了不？啊，我给你了，哎呀，真是亏大了，今天捡个包，哎，亏大板了，今天开。上次不要见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摩的了。 这关我什么事？谁叫你贪小便宜啊？啊，我早就叫你跑了，你不跑，搞得我现在钱要丢了。今天怎么办？老板叫我拿寄进货，你钱都没有了，丢什么丢？我看那个钱就是你从人家包里拿的，我都没拿过他包里面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，反正人家失主回来说少多少，又不关我事，是不是？你要去不去目的地？还有钱吗？没钱我就不让你去了。 去啊，不去怎么办？我手机上还有啊，那个钱是老板给的。那行，那行，我让你到目的地。亏了，哎呀，又亏大了今天。叫你不要贪小便宜，非要叫你走你不走，还分你几百块钱你不要。我才不要呢，不好，不能去把你。
那个手机箱多少是吧？啊，多多少钱？你看呐、啊，那5000多，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哇，一人一半就是。上次我们搞你这里，你拉一个摩的都没有，赚那么多钱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换个地方，换个人，也是拉一个月摩的都是不是？走走走走走，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啊。